关系，你看，对讲机，你用这只手去按这个按钮，它这个灯就亮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绿色的灯亮了就可以跟我说话了。爸爸，爸爸。嗯，好的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寻宝的任务。什么寻宝？我们去寻找一个很好、很好、很好、很好的宝藏。它是有魔法，我们找到它了，你晚上就不会怕黑了。但是这个宝藏，它在一个很黑的地方，你可能要自己去找到它。但是爸爸会给你加油的，我相信你可以完成。我们可以去试一下吧。好，我就把灯光关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黑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这是猫狗。哎，慢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这个灯光很黑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跟着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。切了色，切了色。哇，这个配乐，噔噔噔噔。关系，你看这个门里面有个帘子是黑色的，然后你自己进去，门里面会很黑，地上有指示的小手环，那里面有个盒子，你把盒子里的东西带出来给爸爸，爸爸在这里等你，这里你就自己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会害怕吗？不会。去吧。好的，爸爸，开始寻找。看这一楼，寻马狗。你好。三喜，三喜，小花找到了吗？因为在布置挑战的时候，担心三喜会害怕，就设计了发光的手环，给他作为一个指引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！一点都不黑。开始觉得好玩了。啥呀？真狠呐，我觉得。爸爸，爸爸。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你看一下。哇哇，魔法棒，好漂亮。那你现在又勇敢了一些。那我这个魔法手杖给你，害怕的时候你就照亮好了。你看照亮有亮光的地方就不会害怕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的，对，分散注意力了，就想你再进去一次，里面有一个门，门上有一个一样的亮的手环，你跟着这个手环走到第二个盒子。知道了，爸爸。你害怕吧？不害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收到，去吧。三喜，三喜，你到哪儿了？三喜，三喜，忘拿对讲机啦。你出门了没有，三喜？宣一举。三喜，三喜，你是害怕了吗？三喜，三喜，你用对讲机跟我说话。
三喜三喜。爸爸。在这里。我知道。你从那个门出去，跟着地上的手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会发现一个盒子。把盒子里面的东西都带出来，好不好？盒子不用拿，那盒子不用拿，这是重点。盒子不用拿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就把这个灯打开，它可以鼓励你，对吧？去吧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就把这个灯打开。啊，看到了！爸爸，眼睛姐，眼睛睛的，你开心吗？其实也没有这么害怕，是吧？是。那以后你一个人的时候还会害怕吗？不会。那我们上楼，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宝藏。自己出门去小区里面找。哇哦。只有一个小礼物了，我打到他，我就是最能干的小朋友。爸，还是挺勇敢的，真的很棒。快上学，快上学！爸爸怎么了？你看到路上的手环了吗？看到了。你跟着手环往前走就可以了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刚才是后面有人冒出来了吗？我后面有个坏人。没有，是爸爸。哦，是爸爸呀，是爸爸。我说，哎，后面有个可疑的人。因为对讲机就只有200米。啊，对。你小心不要摔跤，好不好？哇哇，连项链都准备的，哇，好有仪式感啊。公主裙，我们家只能是在这个柜子里放一奥特曼。好漂亮呀。哇， Let me go。唱上了。这是什么告诉啊？爱拉公子裙子。这是爸爸给你做的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哇哇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哇哦。你转过来给妈妈看一眼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孔雀西，
了。那你以后还怕不怕黑啊？我再也不怕黑了，一点都不害怕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约定，关灯睡觉，好不好？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不准对面。猪八戒，你要亲亲爸爸，还要谢谢妈妈。好好，这一段真的是。喜不喜欢这次的寻宝游戏啊？喜欢。现在你还怕不怕黑？怕了。我看到三喜特别喜欢这个裙子，其实我觉得哎，自己的努力好像没有白费，如果还可以通过这个挑战然后来克服他怕黑的这个问题，那就太牛了。我觉得自己再也不怕黑了，以后一关灯就兴奋睡不着。哇，手环在哪？明天天一黑，爸爸我们去哪里寻宝？我要玩宝藏游戏。再也不让你在晚上睡觉了。你关灯就像猫头鹰。爸爸要扮虎姑婆吓他才行，快睡觉。那我们回去死死好不好？他力气很大哦。叫我帮忙吗？不需要。自己喜欢的东西再重也得扛着走。爸爸谢谢你。好漂亮哦，我也想要，好羡慕我的女儿哦。妈妈也要一套。是的。你不喜欢艾莎呀？也可以的，其实。妈妈也要寻宝。直接给我就好，不要寻宝了。扩散喜来，我们去试一试它。哇，好适合你啊。OK。好漂亮哦你。你就是妈妈心中的冰雪公主，你快出来。哇。哇，这确实有点太美了，好看的好看的。过来，妈妈再帮你来装饰一下，太漂亮了。咱是会更像公主。你在那么中间，我们就要悄悄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呀。预备转。哇哇 ，Let it go。真的好漂亮哦，黄三喜，太美了，我的女儿。你看是不是转得好吗？转得好，哎，很漂亮这裙摆。哦，它转起来很漂亮，我更想要了。哦，他每天苦练的就是这一招。真是。只练一招，终于看懂了。拿了个伏笔，一招先吃遍天。太美了，我的女儿。哎呦呦呦呦！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真晕了。这漂亮的就像橱窗里卖的娃娃，是吧？就像那种芭比娃娃一样。我们一起去睡觉，快来睡觉啊，快快！我们姐不是得到了裙子，你都不害怕了吗？已经。我看你去找裙子的时候，我就好开心了。走吧，爸爸，我不害怕了，爸爸，我最勇敢的狂才行，是不是？也是你了，爸爸。这里。乖乖乖，亲亲。Nice， 是挺不容易的。太佩服他了。别下来吃个饭，我来煮饭。你们做个宵夜。犒劳一下疲惫多天的你，真的有点疲惫。好，吃了辣椒，舒服些。这段时间哈，我还是觉得你也很不容易，就是有很大的改变。我今天早上看TV看到被子跌了，我整个人一个大震惊。我跌了几天被子，你没发现？我是觉得和之前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又不能确定是你叠的，不然谁叠的？你以为是我叫关系叠的吗？我以为有田螺姑娘。我觉得分不清楚在看电视剧还是在看真人秀哈。就突然间感觉这演员演技不错哦，不是演员。哎，这个房间真的装修也很像电视剧的房间，像搭出来的，只有搭出来的那种照片会这样子。他这么多宠物、哦。而且这个胡子就很像电视机演员的胡子。我扯一扯，你累不累？
嗯，还挺累的，其实。我这几天我最大的改变是，其实感觉到了这些琐碎的事情耗的心神。嗯。比如说抹个桌子，收拾一下东西什么的，其实说起来感觉挺小的一件事情。你会发现不停有这种事情出现，你不停地走来走去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只要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件事情，就比如说我，哎，我要收拾东西，就肯定会找得到可以收拾的东西，永远都不会停下来，就干不完的活是吧？嗯，很多时候本来想休息一会儿，刚刚一坐下来，哎，该做饭了，刚一坐下来，哎，刚才做完饭那些东西是不是该收拾一下？就这种感觉，啊、嗯，真的。说出这些话我还是很欣慰。你以前不会说这种东西，现在就好很多。你和我的交流真诚了一些。也算是提高了自己的做家务的标准，有时候会看到乱了东西会觉得哎，想要去维持刚才收拾的样子，然后就不自觉的去收拾。也会到了全职妈妈的不容易，原本我以为会很轻松的，但是一天下来真的很多家务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其实真的很累。这几天扩盛做家务呢，真的还是有很大的进步，然后这个家里面确实也因为他的努力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，希望他今后的日子里面更努力更疲惫，然后更快乐。更努力更疲惫，哇，第一阶段的收尾不错。